Thank you.
Thank you.
咁錫你，你又打交，啊，小皮蛋，曳啊！
是不是狐狸啊？是啊。OK 喎、哦。咁你打开你头先呢个俾我睇下，呢个系乜嘢啊？富士山啊？系。真嘅，隔隔咁近就有个火山嘅。睇下，打开，打开。系咁噶啦，话唔系。哦。仲有冇啊？仲有。仲有。咁呢个系乜嘢啊？呢个花花。呢个花花。你帮我打开啦，唔该。有嗱，呢个系。姐姐話佢最靚，呢個蜜蜂嚟喎，係咪啊？咁仲有咧？仲有呢個係乜嘢？呢個係一個人玩角落山，玩到驚青個方面，唔係肉色係青色。我睇完細路嗰啲，我就睇你嗰啲啊！哇，玩角落山玩到個面都青埋，咁驚嘅咩？係喎，好驚喎！这个猫头鹰哦，是不是讲到小朋友画了一幅猫头鹰的画？不是啊，猫头鹰礼物，因为我有个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一个猫头鹰礼物。好，到家姐那些，看看家姐那些先。看看先，这幅是什么啊？哦，这幅都是猫头鹰来的，有很多雀仔，有很多其他小动物。这个没有啊，看看。哇，呢个系恐龙家族，哇，有识飞嘅恐龙添喎，不过颜色都好靓喎。请问呢个系咪猫嚟，定系老虎啊？猫嚟，哦。其实你知唔知道呢个靓啲啊？我呢个有靓嘅。大家都有大家唔同嘅靓。系。仲有好多小动物添，佢哋去参加乜嘢啊？参加运动会啊？呢个姐姐就俾佢哋一个crown， 睇边个第一名。呢个妈妈第一名，佢就准备俾个 crown 第二名、第三名啲观众。嗯，好靓喎！家姐一定系好俾心机。点解小猫猫第一嘅？我第一个，第二个就系珍珠。第三个。花枝兰过嚟。就是龙夫，龙夫很开心，是的，他在合样，但他虽然很辛苦，但他都觉得很开心。第五个就是企鹅仔，第六个呢就是这个了，这个就是那个鸵鸟，多谢大家，全是中的鞋系咯，好多数。好像爆發咁咯，係啊，冇錯。
買飯咯。煙麻麻唔係樣樣都得噶嘛，你叻過佢嘛呢啲。有啲嘢。睇下啲咩嘢。